好，其实啊，这个让大家在吃饭的时间讲说上大号的时候怎么打发时间，实在不是一个适当的时间呢。可是又觉得非讲不可。他妈讲得较恶心。好，你讲你讲。我做囡啊，我分两种。嗯。一种吼就是白天。嗯。因为白天吼，我就比较胆子比较大。嗯。我倒是塞牙啊。嗯。就是蹲式的。嗯。但是我家里面没有马桶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家里面没有厕所，是在旁边。我妈妈用的起堤，我们阿姆的起堤，堤条、阿条边啊。嗯嗯嗯。啊，然后它是用木头建造的，就两块木板而已哦。啊，两块木板，你还要要有腿力哦。嗯。你腿力不够，你还会蹲下太低，就屁股会碰到哦。哎呦，碰到什么？满出来啊！好有画面啊！满出来啊！啊啊吼，那落大雨个吼。那为什么不弄高一点？不是，伊来淹肥啊。啊。淹肥啊。啊！你也落大雨吼，那化粪池是不是都水？啊！你那半吨的盆子都给喷进来。哎呦！这个呢？这是白天啊，晚上吼，还叫姐姐讲，姐姐你陪我来去，啊，惊有鬼啊！啊，点蜡烛，点蜡烛，因为没有电灯泡，对，点蜡烛啊，姐姐就在旁边，那我们就在那边。在旁边上 ，OK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啊，这个庄永新老师，他其实是很知名的漫画家啊，然后也是资深的啊广告的导演啊，这个还曾经参与演出电影《斗上》。哇！蔡正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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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正南啊，那个真的是好看啊。然后也得到啊《时报》亚太广告奖、《时报》广告金像奖。行政院新闻局剧情漫画奖，还有金漫奖，哇！然后2014年他80年代事件簿这个作品得到第五届金漫奖的年度漫画奖，哇！也得过青年漫画奖，版权还卖到法国跟德国，哦，因为我会一直念节目就会结束哦，嘿。真的获奖无数，他是哇，变工商服务了啊！我们上次这样的时候，那个人也交50万啊！啊，真的啊！我爱来捏吉呢哈！哇，太崇拜了，真的，好厉害！2018年，他还在意大利上过国家广播电台，哈，对呀，天，那你这个漫画是在哪学的？在家里自学的。我们台湾其实所有漫画家基本上画漫画都是自己看漫画学的啦，因为我们没有专门学校嘛。所以不是无师自通哦。哎，他的爱看嘛，看顾的，慢慢就自己心领神会这样子。哦，听讲你嘛是你变瘦开始画起的哦。哎，嘛有啦，但是跟各位比较起来，好像刚刚细汉的时候好像过得比较好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家是那个。美军宿舍改建的那种房子，所以那个厕所很大一间哦。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冷气嘛，对，所以厕所是。你哪够公？你小时候有冷气，你都给我抬。哈哈哈哈哈！做的很幽默哦。我那57年次算老的呢，你连年代，好了，过了比咱刚好。嘿，现在本寿的兵舍公司。这个整个屋子里面最凉快的一间啊，因为最里面嘛，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趴在那个厕所的地上是画图哦，哎，他大件，国辛苦大理的头卡就凉，太凉了，谢谢。哎，那个年代你有啊，这个削过棒球吗？有啊，我们那个年代看棒球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，现在我们如果在看中华队打棒球，一定是边看电视边看脸书嘛。谁进球，那脸书赶快哎进球了，太棒了，然后旁边就会回应这样。以前是棒球转播一定都是半夜嘛。因为我们那些小朋友很厉害，常常去两个地方。对不起，为什么转播棒球是半夜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打进世界，对吧？少年棒球赛，威廉波特，打的地方地点叫威廉波特。那美国跟台湾的时差，是时差的关系。我们没有转播，那是全民疯棒球的时代。OK， 哎，对，我们的太。然后我们那时候，好，这比再考一题，好，这个就难了。对啊，难的。少棒叫威廉波特，来，青少棒。
罗德代罗德代宝不是啊、喔？你看，你是红叶棒球队吗？我是在红叶棒球队。什么？高大哥靠你了。马修威廉波特啊，青少棒叫盖瑞成。啊，帅呀！对对对，好厉害哦、喔！这个没有听过，真的超强。青棒。那罗德代表到底是谁？就是罗德代表。罗德代表是青棒。为什么啊？他在那种点因为我们都是打进。可是我说为什么叫什么盖什么的？我们都是地名啊，地名一样的地方，不一样的地方。对，我本来是网友就在下面骂，骂罗网的白痴。说最流行三冠王。我自己先骂我自己，我的完全真的。他这点有三冠王，三冠王对，三冠王，游街绕街。说没有接触啦。对啊，啊你那阵啊流行的棒少棒选手。哎，阵就是报名以后，北部叫起来嘛。半夜两三点起来，豆浆热好啊，电视打开开始看，然后你会看到我们那时候住那个巷子里面哦，隔壁巷子灯都开始亮起来，对，然后只要有进球，你会听到隔壁的欢呼嘛，哎对对对，那压球的放鞭炮，放鞭炮，啊所以其实是整个巷子一起的气氛，那种感觉我觉得很特别，很特别，真的是全民为那个比赛疯狂，因为那变成是台湾在全世界能够被看见的地方。真的，我看广告，我拢有听收音机的。哦，安尼哦，听到伊较无笑。我倒无电视。小胖有你有笑过？有。有。安尼我问你，当时的少棒的投手最有名是谁？许金木。许金木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啊，投捕手嘞？捕手就不知道，投手比较厉害，投手就许金木啦。嗯。好，再来慢。许金木哪一队？许金木那时候是巨人队。嗯。还有巨人队，嘉义的巨人队。有。嘿。啊，更早以前叫中国往后一点啊，就是我们爱第四棒的赵世强，哦，也靠后边啊，后面那个后期，什么吕居明啊、林义珍啊，我知道吕居明而已，吕明次，那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，对，那前一阵子再见，那时候在做吉普，每天还坐吉，他们回来时候还坐吉普车去雅阁，哇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各位英雄走去丢走去中华路去跟拍拍手啊，去摇国旗啊呢，啊那时候真的是要回来，真的比超级明星还超级，那些都大我快十岁的嘞，长辈英雄，对对对，那许金木曾经在国外在威廉波勒碰到一个对手是最强的，还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哈，叫麦克林登。我们这边很多什么？我们都打不到他的球，我家没电视。但是那一场我们赢了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投手太强了，捕手都接不到，漏接，一漏接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你现在去查网络，一定有麦克林登。对，那个麦克林登实在太厉害了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考上台大。因为你在红的哦，消压球啊。我的头脑都在记这些。可是也很厉害，现在还记得哎。啊。现在还记得，好厉害。你知道？我另外一个没考上台大的原因是我消啊，这里报的戏哦，我就快苏彦文、吴俊雄报的，吴俊雄对，苏彦文，温州大儒家，苏彦文，温州你周围不知道，云州在哪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云州就是现在的甘肃那里哦，甘肃燕云十六州，燕云十六州就在那里，燕云十六州，嘿，燕云十六州好。等一下再来讲，里面有一个角色，我看你们好强，先休息，重点有没有考上台大？